老师，你去哪了？我等你好久了。做家庭访问，找我有事吗？请你吃，这是我妈做的。这什么？一定很好吃。艺术家真是粗线条，得罪人都不知道。我得罪过谁啊？你常常赞美古阿明，就已经得罪人了。赞美古阿明，世上是他好啊。那是你的看法。林雪芬跟林志宏的爸爸是我们这里最有钱有势的乡长，老校长快退休了，训导主任想巴结乡长好当校长，那个徐大木今年又没当上重点教学老师，已经吃你的醋了，你偏又不给林志宏面子，这不就等于不给他们面子吗？面子？我要是在乎面子，我就不会来这里教书。对我那么大声干嘛？老实说，要不是我对林雪芬老师的印象还不错，我根本就不会选他弟弟。那要不要我跟林雪芬老师说？好啊，以后总要相处嘛。你们好好相处吧。哎，进来喝杯水嘛。你自己喝，高很黏，小心噎死。